说猪板那么一拔呀，哎，你肯定说方言，我说一说居家隔离四大绝技。这第一个绝技，哎，是提高厨艺，老公饭菜做得好，老婆就没脾气，真是居家隔离也欢乐多多呀。4月18日，冯巩在社交平台用主板的方式分享居家四绝技，视频中冯老师一脸认真唱主板，结果徒弟却三番五次过来抢词，惹得冯老师也是频频急眼。虽然师徒俩只是宅家给大家表演，但搞笑程度丝毫不输舞台。看到两人的表演，果然是隔离也不显得无聊呀。疫情期间，冯老师经常变着花样鼓励大家，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，确实是有心了，必须给他点个大大的赞。这第二个绝技是上网要追剧，但不能追成熊猫眼啊，他半天都下不去。这第三个绝技是运动有活力，但千万不能声太大，会影响邻居。这第四个绝技和朋友云联系，视频喝酒不能多，喝多了吐一地。